近日，韩国女艺人泫雅恋爱离开原经纪公司 Cube 后，签约中国某网红公司。对此，泫雅方面否认，并该消息回应称没有见过中国公司。上周末，有消息表示，泫雅已签约内地公司，即将入驻中国所有新媒体平台，三月份在上海办见面会。此番传言引发粉丝关注，有相关人员询问了其经纪人，得到了对方的否认，表示并未见过任何中国公司。